了。不要接活动任务。对，接活动任务就会这样子，追。现在 bug 就是这个。呀，还有第二件。 消失了。有巨大矿哦。哇，可以抓啊！啊，我等，拍，没差拍，不会死，他才刚骷髅头而已。他打不破。嗯。哇，蒙牛龙没有回来，还死啊？没有啊，没有买一送一这个意思。哦。哭啊！没有耐冲。 我已经心怀感激的打了，他还是回来，不给，就是不给。去打一下那个刚刚挖到的大古董，不知道在哪里。我记得你好像还缺一个红利，缺个什么？红利暴力弄不是吗？对啊，我还叫不出红脸啊，所以那可能要练了。所以我现在深熔岩地带狂打熔岩，那就对了。 还是要出去开你的，但我也可以深熔岩去。可以啊。啊，哦，那我顺便插那一重。还可以顺便那一重对吧？哇，每套都要改。巨臭！天哪，怎么会忘记这么重要的东西啊？那我会想说，我在搓龙，你怎么会被狂嘟？对啊。 那从不离身的我，今天离开，只好把防御力点满了。嗯，那个换掉啊，那一冲，上个厕所。好。嗯。 做后仰无效吗？啊，内冲啊，内阻哦，我今天是讲减轻胆怯吧。 哦，减轻胆怯哦。开了。哦，那是力战并重。 减轻胆怯吗？我找到了。体力。对啊，等你啊，等你过来。我想说滨州是哪里？驿站。看一下哪里的、啊。皇帝。那我要锁。没错。锁吧。我老早就锁。 哦，好烦哦！刚刚我们都要拔一颗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没有四等的洞可以代替吗？耐冲什么体力耐冲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就要么龙豪少一个，快吃少一个，广域化绝对不能少啊。广域化，不然就是快吃少一个啦。镶嵌。 如果好少一个的话，你就是自己不能吃风茄啊，跟抢走不能吃。是啊，我快吃也还好。二等快吃应该够了吧？但三等还是比较爽。不然就是骨笛珠拔掉啊。不行啊，骨笛珠很重要哎、欸，那个要延长你的那个时间哎、欸。对啊。哇？怎么了吗？ 居然多按一个爆头，快！你们谁来放爆筒给我？啊，放爆筒！我在帐篷。我在一号营地往下跳，我不能回家，我一回家，我的血就完了。好，我来了。哎，不对，我在一号。我只好再扩充一个，然后增加槽位。 可以啊，那也是个选择、啊。哎、欸，我来了。它增加强化槽是一等的、啊，不是哎、欸，一等变两等了哎、欸。怎样？哦，那你就是强化过一次了吧？对啊。放爆筒吧。放爆筒。啊，感谢啊，感谢你的支援。 你升过第一次的话，它才会变二等。对啊，它是一阶一个慢慢升。哦，我可以很多洞，很多一个洞。没有不行，它是1、2、3、4往上。对啊，跟瓜牛一样。镶嵌。啊。往上爬。骨笛珠。好棒呀！就它这边。 还是先等，先开打。你们先打我。对，我们先打。我快气死了。我要爆气了。爆气。要么就地质学拔掉啊。地质学拔掉太亏了吧？没得挑啦。大驴鳗鱼会少一颗哎、欸。玩更变装备。 不然的话就是骨笛珠拔掉啊，这样的话你就是要狂吹猛吹啊。我就不理你们啊。也是可以啦。那就不用玩。已经开打了吗？哦。我说怎么开打？原来他在喷那个，生物。免费的冰冻生物呢？更变装备，生产装备。 他太中间了，要旁边一点。我来了，他来，我撞了、哦，我随后就来。有，我看到了。没石头了，不能撞第二次。那可能会先晕。 我今天没有那个破碎核桃吧，我刚打下来的。他应该起来就生气了，才没有。好险，还可以再装一次。 哦不，我带错虫了。我去换，我去换回个球。哎，没关系啊，你拿回去换。哇，诡异的抢！啊！怎么是我？帅！哎！哦，来不及跑啊！对我喷那个，你爆太快，我刚刚没办法救你啊！我一直在防御，要收到救你的时候你已经死了。对啊，他刚才直接对我口吐白沫。哎，小心小心！ Oh shit.白痴哦，你个烂头！垃圾哦！他竟然不怕威武的飞散而逃！没有，我捡到面龙石，靠！ 然后我丢背上额头，他怎么无动于衷？哇，这次很容易开大哎，他很猛啊！哇，他传的有点，可以撞了。好，可以吗？我捡完就来。这边能撞吗？好，能了。有，差点撞开。 地上还有一个，等下可以来再第二个，再下，没有他起了，没有，可是我刚不能拍，没有他只是刚起来，还不行啊，哦，你要装那个时机啊，不是啊，他起来直接大吼啊，我不能拍啊。 有可以，哎，双双捡，双双，晕了，哇，嗯，准把那个武器升上去了，升成四格洞。 才有办法。想掉下来的没有，那就是全磕洞嘞。对啊，有好多。变装备。他要走了，命中即将离去，快扁他！在哪里？上面吗？来了，冲刺！我让他要走。哦，杀回！哎，小心啊！不行哎、欸，这套装备真的太难弄了。 就弄回原本那一套好了。我找一下，我以前拍给你的补妆在哪里？在干嘛？不是。张江。那个不是。 哦，是。啊，怎么有人看我？我想装填。注意哦，又喘气。哎、欸、靠！我以前拍给你补妆是什么、啊？3个红，2个黑带。我知道啊，黑带是哪个位置啊？胸腰。 我来了。不要手是手吧？是手吗？那你用手，我来不，我现在没空回去看。好，只用凭记忆啊，抱歉。哎、欸，他是不是2次？他1次失衡，1次晕啊。轰。 等下应该可能就生气，还没有，还没有石头，生气，啊，弹。 哇！就开台在调装备，哭。要开始。哦，我以为你是被冰冻，我直接杀一个粉就。失衡。我的天！更变装备。我发现他是大我。哦。怕。 2，满足感，红阿尔法，贝塔是什么？晕了。啊，抱歉。跟变装备。可以讲讲。防具。再开台，你可以打喷嚏、咳嗽、擤鼻涕了。好。太奇了。嗯。 晕的没差吗？哎，他飞上去。不是，我说等一下我射他晕的没差吗？对啊。那我直接射了。你今天不用来捡每日啊，今天坏掉了。好，那我要下，拜拜。跟别人拜拜。我是说真的。真的啊。我知道啊，那个另外一边有在讲。提速。蹦炸。蹦炸，快吃嘞！ 把我丢下来就是要我来捡那个。是。哦，好像是这样子。哇，请问他这个离去是？哎，我是私讯你吗？你有印象吗？我可以现在回去拍给你，因为他跑了。好。刚好换图。他换图。 可能速度要快了，有，马上来，马上来。还好应该是飞去那边。 帮你啊，这个我都没有插珠子，所以不用给你看珠子那个样子，因为我没有插。我只是先暂定啊，他名字都叫暂定。啊，那不用啦。我到了，你可以先开打了。插啊，没办法插啊，没空啊。而且我在里面，我也不能拍有插好珠子的给你。想说你可以跑出来，你就想说，No calling， 你搞我骗。 看了就是给你看外观装备那边。龙好，有有机会。断尾了，水哦。减轻单曲。快死了，不能跑出来。 别拿走！把我的前进图纸！来来！拍照！啊，会不会掉下来？没有。吧，那金银火都出来了。满足感是结石吗？结石，耳塞。 错边了。防疫。哦，这边了。走错。我到了，等一下我还在走，我刚才走错地方。 金狮子侧甲需要装填辅助吗？不用。轻弩，那是轻弩吧？哎、欸，没有重雷啊，重弩的。重弩有装填辅助这种东西？有啊。哦，原来是回避装填，而不用装填辅助。好。好了吧。哦，还有那一次。哦不。 因为它有反动，还蛮大的，所以偏移。有反动，我塞两个。哇！来，刚刚还在一起。偏移不用塞，反正就是反动用到中，直接全部塞盾。好。 我来了，啊、反动用到中，它原本就是中啦，用到小吧，用到小，小，然后盾牌，好，嘿，碎啦，被劈。 条路，又一只，还有一只金火，又一只金火，原来是金银火大发生嘛。啊！我先关台好了，不然把它干上上小。啊！大家看你的配装如此的完美，这样子。是啊，怎么调不回来了啊？东缺一个，西缺一个、欸，哎。记得你有拍资讯给我，不是吗？我找到的只有没有珠子的，就是一样是只有装备的画面。 那就是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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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远了，真的走远了哎、欸！更变装备，我看一下我红点还有几只好。还有4只。啊，找到原因了啦！红龙头啦，我插到红猴头啦。我去厕所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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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怎么那么完美啊！哎，打嗝声附和。哎，什么？没有想到你还没关台。怎么了？你要讲秘密吗？没有。哦，只因为打嗝还没关台，是不是？对。有差吗？打了个。 打了个水嗝，比之前的都还不太好意思。我听不出来他在哪里。Yep。那我叫他出来了。哦好。你看不对啊，这样就没满足感呢、欸。满足感。诶、欸？ 有爱哦，嗯，还是我那时候地质学是插在珠子上、啊，插在珠子上。现在缺的是满足感。短缩是几等的、啊？ 2等，缩短吗？对，2等，缩短是2等的，缩短珠吗？对。嗯，我们找不到，我们要的都没有。Hello， 自在哈罗，还是我看一下，1颗、2颗，还是我2颗就没了。 1颗2颗，真的、欸。我收藏珠这么少，练一下吧。可是我还是没有挑战珠，越配越差。我先去关台了，我崩溃了。拜拜。怎么了？他把他之前的补妆覆盖掉了，现在要找不回来了。是，很难过。对，没有。好啦，今天先这样子了。我先去翻记录档，我去找我以前的装备啊，好痛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订阅啦。我是班信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应该找得回来吧。